喂，渔夫啊，啊，头爹爹是咧创啥？我咧思考人类的前途，地球的未来。有影？我知，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我拜托你好无？雄雄讲到讲讲去。我嘛咧烦恼咧，会少大杂工，少大杂工去啦。安怎？阮兜迄个泡妞有无？嘿。西瓜也食咧，到饲一只好无？我即摆哪有时间通饲狗啊？你公园嘛袂使饲。卖安尼啦，一边生七八只呢，我是要哪顾起七八只狗，到饲一只。我即摆摸我手来啦。无爱啦，无爱啦。拜托个啦。我即摆无得饲狗，安尼。无得，无得。你实真酷哦，你啊。嗯。啊。啊，无你变哪？啊，我即摆我先抱转来厝的，啊，你考虑者，你无转来甲参详一下，好无？有的人，足多人饲狗啊，拢饲饲的，拢随便丢哦，就造成了很多流浪狗。像隔壁的阿姨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赵慧法师，你这几年来也是成立了一个关海生命协会。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人狗饲饲的，像刚刚那细给胆啊，然后弄得实在是这样，造成很大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不尊重。这一点，法师你看法是安怎？我想这个哈，当然你纯粹从这个道德层面来要求这些人不要丢流浪狗啊，目前看起来已经成效不彰啊。嗯，所以正本清源之道其实是需要立法的。嗯，也就是说我们台湾还欠缺一个动物保护法。嗯，动物保护法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认为说，管动物那么多做什么？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在保护人类。那么动物呢？你怎么去管理它？其实是管理那些在管理动物的人。让他不要去为了养动物而制造社会成本。嗯，不过我知道你今天来的时候，你也跟我带来了这种啊，我们知道这个瑞芳镇的这种啊，镇公所里面他们把很多这种流浪狗把它都给弄死了。嗯，我想这个有必要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来，是是。这样的画面，几只瘦弱狼狈的狗儿在路边蹒跚而行，或是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当您快步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面是否会涌上一阵不忍和叹息？流浪狗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日益拥挤的都市丛林中，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根据统计，目前在台湾地区至少有100万只以上的流浪狗，而在台北市就大约有10到20万只。这些流浪狗不但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对民众的安全造成威胁。目前各级主管单位为了在短时间内解决流浪狗的问题，动用了大批的人力，大量以铁丝捕捉流浪狗，再集中送到拥挤狭窄的收容所内。而犬只大量涌入的结果，却造成了收容所无法容纳、焚化炉来不及销毁的状况。对于各级主管单位处理犬，这样子是把他们把那些狗都全部用烧毁的、焚毁的方式这样处理。但是烧毁哦，有些是活活埋死、淹死，或者毒气毒死，或者活活让它饿死。哎，我想这个流浪狗收容所的种种残忍的情况是不一而足的。嗯，哎，瑞芳那只是一个例子。那为什么不要用采用比较人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流浪狗？哎，这样子说起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有一群很可爱的朋友，用人道的方式，私人在办一些收容所，也比如说像流浪动物之家，或者很多私人一个人养了几十只狗的这种情形。嗯，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流浪狗它是不断的，甚至于很像在成等比。急速在增加之中，人很多人像不断在丢啊，而且丢的又还可以继续繁殖。一头母狗呢，如果经过6年以后，它可以养出7000头的狗，哎，那么这样的一个急速增加之中呢，光是靠爱心的呼吁，然后流浪狗动物之家的这个少数的收容，已经根本就是呈现
非常严重的不足状态，而且流浪动物之家本身也会呈现狗儿生活品质低落的情形。因为比如说原来只能收容五六百的，收容两三千只，你想想看，那些狗其实也等于在关监牢了。对对。好，这不是这些爱心人士不人道，而是世上的环境就是如此。所以我刚才说正本清源之道一定要立法。那就是说，大家一方面是大家不要把说不要这个狗，然后就把它给丢掉了。对，然后就这样的让他到处去流浪。嗯，不过我想跟我们一些观念有关系啊，比如说那你挂个观念不是讲哦，你看死鸟挂树头，死狗放水流，那个还是死的呢。就是说死的他这样做已经当很不人道，也没有环保的观念哈。嗯嗯，那这些没有环保的观念，你说对？那你想想看，死狗放到水里，那不是污染水源吗？死猫放在树上的话，那个污染的臭味呢？啊，对于这个附近的民家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嗯，但是活得更难处理。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哈，一定要一个有法律，另外一方面呢，辅以教育，让这些民众知道说，不要因为一时的虚荣，想到养狗就养狗。那养了以后，他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啊，是要必须他的面对他的生老病死的，有非常多的麻烦，他的废物要处理，他的三餐要喂养，好，那还要给他娱乐，要陪伴他。慢慢等到他病痛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认为养一养，养了以后呢他觉得不好就随便丢掉，所以一定要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养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要想清楚你有没有这个爱心和耐心。是，那另外法律上一定要挡住他们，让他们在养狗的时候呢要严格的实施狗口登记，晶片注记，那么这样饲主将来想要丢任何一只狗的话，天涯海角也可以找得到这只狗的晶片的号码，一扫出来，一扫描出来呢，立刻知道是哪一个主人弃养。哦，你是讲用一个电脑晶片给来对？对对对，晶片注入到狗的身体里面。那其实我在你的这个关怀生命协会，事实上不是讲大家关心狗而已。呀，哈，事实上你们关心的范围非常大。有一次我还跟这个赵慧华是我们一起到这个火车站前面去，跟一般的人讲解说，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关怀生命，把每一个动物的生命当作是平等来看的。对对对。那么，但是那国人有一些观念是还是比较奇怪，比如说吃鞭剥鞭啊，那么比如说吃肉粮啊等等等等，就等于是残害这些野生动物。是。以及这样的关怀生命协会以前拢是安怎做？我们当然也是从教育跟法律两方面，凡是做社运，它一定要在正本清源，一定要在法律上卡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提倡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民间版，那跟官方版对抗，就是不要养殖野生动物。你想想看，台湾如果这个养殖猕猴，养殖了几千只，那不吃猴脑要做什么？你可以想象，不是，我是说，如果这样养殖下去，你不吃来做什么？所以就是说，那个有关于那个吃什么补什么的观念，它也许。我们可以从科学方面去辩驳，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正本清源之道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某些利益去牺牲一条生命吗？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非常错误、混淆，就是说，他也许把他的财富或者他的个人的虚荣放在生命的位阶、生命的价值的位阶之上，要不然的话，他可不可以不补呢？纵算真的那么补的话，他可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生命存活在宇宙之中，我不要为了我的一点点的便宜，我的一点的虚荣，或者我一点便利去轻易的侵犯到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比较做一个人，那么怎么样来跟动物这些我们来构成一个平等的概念啊？这点，那你们就要去得了，那就继续来讲，好不好？赵慧华是我们是有共同这种为动物请命过，所以是的，是的。所以我特地画了一张漫画，你看这个漫画是有一群这种政府的官员，他们是为了要保护野生动物，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山上去呢，但是还到跑到山产店去吃东西，有什么山猪啦、土鸡啦、火棍啦、鸭头，那很讽刺。我以前也看过一个类似的美国一个漫画，它也有这样子的，比如说。要关怀这个野牛，结果那个一群人是去吃牛排，他们的这种很讽刺，很讽刺。OK， 那么我知道你跟一般的这种出家人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出家人，人家有些是叫人家赶快捐你的衣服啦，捐你的钱呐，他们就是用一种布施。那你的方向更加不太一样，你是反而是比较积极的走入社会，比如说去关怀这些动物的生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基本的这个动物权是什么？是是，
动物权其实是西方爱护动物人士提出来的观念。那么但是我们本身的出发是来自于我对佛法的理解，就是众生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众生有权利要别人为他而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所以当我们做任何的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基于我们的本能，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要给我们自己太多道德性的理由。所以我比较是属于从佛法的角度去看动物。不过有很多动物也是因为这个受到这个经济权的这种把人家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利益，是的，然后来给它加以伤害。其实动物它每一个动物都爱惜生命的，都就像我们人一样，都是趋生为死，趋吉避凶嘛。所以今天它会被贴上标签，说是野生啊，是家生啊，宠物啊，非宠物啊，经济啊，非经济之类的，那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人类基于它的利益去贴标签的。所以就动物本身来讲，有什么这些分别呢？对啊，它自己也不是它是家生，它也不知道它是野生。对对，它就是爱它的命，这样子而已。那我们人是将心比心，其实佛法比较强调将心比心。我们既然不愿意别人伤害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轻易伤害其他众生？你这几年来出了一个刊物叫《台湾动物之声》啊，台湾的人已经哇哇叫，有很多声音，就是动物还没有一些动物还没有叫，已经人先叫。不是，动物在屠宰场是会发出惨叫，可是我们听不到啊，是不是？所以我想呢，激起人的惭愧心和良心，我们是发行一本《台湾动物之声》那么的这个《动物之声》，这其实是你们帮他们关怀生命协会，杨宪宏起的名字。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比如像这些狗。那么我会看到这样子踩在自己同伴的这种尸体上，这里面的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很非常的动人？对，非常感人。这一期非常多人喜欢，非常多人感动，所以我们又再印了一次送人啊，太多人想要这本书。是，那里面有没有比较感人的故事？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野鸟协会的会员啊，他在做这个野地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发现到一群，这是很意外的，发现到一群流浪狗，因为饿极了，在那个笼子里面，结果就有的死了，有的活的就在啃死的狗的眼珠啊、骨头啊、肉啊，就这样子，惨不忍睹。然后，真的那些狗发出来的嚎叫声音，已经是非常凄惨的声音了，所以他看了觉得毛骨悚然，非常悲痛，后来才通知我们协会。然后你们就开始展开这个关怀。对对对。那些狗到后来就是还是没有，现在改善了，现在有改善了，他们现在就开始喂养。但这个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就正本清源知道，就是台湾人在这样的一个都会环境里面，不要再去养宠物了吧。能够不养则不养，而且不要以虚荣心去养一些这个宠物店卖的那些昂贵的狗。你有那么大的爱心，为什么不到收容所去养一两只流浪狗呢？你这个比去买一大堆乌龟鸟来放生功德更无量啊。我觉得台湾那么多佛教徒那么多吃素放生的人，如果一人去领养一条流浪狗，那流浪动物之家都可以空掉了。你就说这些佛教徒他们如果愿意这样做的，不过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有一次在一个频道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我觉得，当我们在欣赏行为是安装，他一直在鼓励人家这种把这个乌龟拿来这个放生，然后以前我们还看到一个笑话，说一只乌龟用放到海里面去，然后拿起来，然后把名字刻完了，又再放海，然后抓上来，又再写一次，又把刻一次，像这样子的概念，我看到你们这本书里面也是。比如说无家可归，也特地介绍这样子，这是积阴德还是造孽？对，这期特别在谈探讨放生。其实很多人对放生的观念呢，已经完全丧失佛法的根本意义。佛法只是说，看到众生在苦难的时候，你临场看到，你愿意救护他，使他免于一刀毙命，就是这么单纯而已。那如今的放生变成是什么？都是为了自己要消灾免难啊。对呀，延年益寿啊，那讲来讲去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众生嘛。而且那是你临场看到众生，心里升起悲痛。他不是，他现在变成说定期先购买一大堆，然后呢那些那个什么鸟店、贵店的，先应该你先去买菇，先预定。因为你如果说要几百只、几千只鸟和龟，哪有那么多？所以都是先预定，说我下礼拜要放生啊，那你这星期请你帮我准备好这些东西。那不是把这些众生非常残忍的捕捉来，就是为了你这个放生的善心善行吗？你如果不想要放生，搞不好这些鸟、这些龟还不会成为瓮中之鳖。人家还不去抓它嘛，就是因为你要放生，所以人家去抓这些乌龟、抓这些鸟来给你放这样子。那折腾个半死，给他念一大堆咒，然后再放。对他来讲根本就是无妄之灾啊。那这个在佛如果用佛法来讲的话，这真的是很不应该。佛法讲布施，这样子是不是积阴德还是变造孽？我想这个造孽了。因为其实佛法讲布施是要无相布施。什么叫无相布施？不能想到我在做什么给别人
好，然后别人得了什么好处，他应该怎么回报我，这些都不能想，才叫做无相布施，这才是佛法布施的真精神。你如今掏了一点口袋的钱，然后放了一只鸟，你就希望你自己能够增加几岁，能够少一点病痛，这叫什么布施嘛？这叫什么放生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放生，其实现代的放生应该是循着正常管道，多关怀一些动物的权益，在可能的范围内，像我刚刚建议的流浪狗的饲养，少去宠物店买一只，多到那个流浪动物之家，或者是那些马上就要被处死的流浪狗收容中心去养一只。你养一只，你就知道它，你今天不养它，明天它可能就被送到火葬场去了。你这个功德不是更大吗？我们在看着这种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还看到你这本书里面啊，特地还提到了这个老虎啊。那么像这些这样子的一些故事里面，您像在这一集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个特殊的要来告诉我们的？那这集可主要是一些野生动物的专辑，我们是季刊型的，所以每三个月一定会出一期专辑。那么这期的季刊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找一个专题来做，所以这题应该是谈野生动物的。谈野生动物，那一般人现在目前台湾人呢，在这个野生动物这个方面呢，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是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想台湾人哦，在水泥丛林里面，其实已经很少看到野生动物了。所以我们在野生动物方面比较努力去达到的目标，就是减低台湾人那个食补药补的观念。也就是说，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我们是强调不要去养饲养野生动物拿来卖。饲养了还叫做野生吗？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吗？那再来一点，就是说什么熊胆啊、犀牛角那些，其实要了解它的制作过程，你就真的是吃不下去的。有其他替代的药，不要这样做吧。是。我记得像有一些那有上次那个拍了一个部电影叫做这个叫做什么我不笨，我有话要说，那个是一只猪在讲话，然后非常的可爱。那只猪是说，因为它不愿意是被屠宰的，所以它尽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牧羊犬。我听说很多人看完那部电影以后，马上就变成不想吃猪肉。是的。那你今天拿的这个是《生命的呐喊》，这个也是。呀、yeah, ，这个是对于经济动物的整个的从生到死的过程的一个记录拍摄影片，这也感动了非常多的人。是，有很多人看了以后也不再吃这个猪肉，或者是也不敢再吃肉，也有人这样。像那个孟东里有没有？孟东里先，他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文学家，对他看了这部录影带以后，从此他就再也不吃肉了，就开始吃素了。那我们知道你在推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你有没有遭遇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啊，或是有一些人的故意的悲歌？那个背格当然有，我想业者啦、既得利益者当然都会很讨厌我们这么做哈。我们每一波喂动物的前面一定会有这些，再来就是官僚体系里面的妥协性非常高，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官僚体系的人在做非常非常强大、非常绵长的那种制衡的工作。你说的是像农委会这一类的单位是吧？对，农委会当然也有一些好官，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人，但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呢，整个的那个官僚行政体系啊，还是会有一些面对业者的压力。那比如说将来我们这一波是反赛马嘛，也要面对财团的压力。对，那财团的游说呢，财团有很多的人际的网络，所以有时候我讲农委会有些官员其实是不错的，但是面对的压力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是蛮无助的。是，那我们在一般在这个立法院里面，这种立委里面是谁比较成功？赶紧卡停哎，赶紧倒上倒休停哎。我们倒是因为我们协会基本上是一个社院的立场，所以三党等距。三党上一般。我们如果像去年，我们用民间版推翻官方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逐个国民党和新党，和民进党和新党的立委逐个去拜访。助理逐个去拜访，跟他们讲这整个的立法的精神分别何在，对台湾人民跟台湾的动物的好和坏在哪里。然后到后来呢，造成再加上巨吃巨买巨养运动，那次请渔夫你也来嘛，那造成民间的共同的这个回响，然后同样的也让这些立委当面临的那些业者或者财团的游说的时候，有种责任感，有种荣誉感，愿意支持民间版的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这个对抗是很绵长的，我们几乎为了一个法案就奋斗了一年多，将近两年。那我知道最近呢，你刚刚提到这个赛马，这赛马现在已经这个台湾人是赌性坚强哈。我知道最近最新的是说，听说要在这个新竹县呢办一个，他说如果来台湾呢、台湾一年光是赌六合彩的这种总资本额就有6兆，然后可以收到的这种赌债哦是算百亿的。是的，所以一些外国的这种财团，他就这样想，他说不如我干脆我打一颗卫星到上面去，然后把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最新的，然后就这样传，
啊，传到卫星，然后再传下来台湾，然后直接在那个五星级的饭店里面就可以开始剧毒了。嗯，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赛马，赛马是最近台湾开始啊渐渐起来的一个活动哈，就是赛马。其实那是财团炒作的活动，不然台湾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哎，他本身并不兴赛马那一套的。那现在就是说，在我们的法律没通过，那个什么不允许赛马以前，其实他们就已经陶家波啊，在那个苗栗的公馆，而且是公然占用河川地在赛马。哦，我知道，做了一个很大的跑马场在那边。对对对，那个县长每次都跟他们取缔，他就不理啊，来个相应不理。他可以如此强硬，是为了什么？是有背后有什么后台？是他们自己声称他们用了40亿来做广告，来投注在这个赛马这个行业，还没有合法化以前就投注40亿，可见的势在必得。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是。那这些赛马呢？你基本上你觉得它是一种虐待动物的，是不是？你觉得它也是那样动物？哎呀，还有这种。这边有一张照片是英国的赛马场当场拍到的，就是这个马在跑急速的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当场马腿断掉。其实呢，这只是一黑暗的一个角落。我们可以说，这个赛马背后有非常多的悲戚的故事。这个马呢，因为它为了要这个养成这个马的这个速度啊，要经过非常严酷的训练过程，所以他们要大量淘汰一大批不适合的马，他们越早淘汰越好，省得要省饲料成本，所以他们差不多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在赛马在训练这些马匹，于是呢，在骨骼还没有整全以前就开始在做这种严酷的训练，差不多60%到90%骨折。它的骨折率这么高，那我们也不要惊奇他们为什么如此暴殄天物，因为在农业社会里面马是财富，可是在赌场里面马不是财富，赌金才是财富，赌金才是财富，所以马如果不能够允许赌金，它就叫做垃圾，叫做废物，所以越早淘汰越好。那么再来就是说，这个侥幸已经训练出来的这些马呢，为了要赢取它的这个赌金呢，经常会被不法的做一些注射啊，注射一种对类固醇这类药，那有些呢说是要验尿，但是他们现在又发明一种药，注射进去以后让你验不到，那这些药注射到马里以后呢，又会造成马的肺脏流血啊。那马如果是说在跑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受到伤害以后不能再赢取奖金了，那么对不起，就立刻给他做非人道的屠宰。是怎么样的一个屠宰方式？我们像我们在西部电影里面就是枪杀，就像我们西部电影里面看到就砰这样，可以说。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兔死狗烹啊！你不管赢取再多的奖金，你一旦不能再跑了，那么你立刻就是废物，那么就是把你宰了以后呢，将来运销出去当马肉罐头，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像这样张静哈。对对对，那么而且最近有一些资讯，使我觉得必须要很诚恳地告诉我们国内的同胞，千万不要受这些赛马业者的这个影响上他们的当。像澳洲去年就是有这个从这个马身上传出来某一种的病毒，于是呢，连那个御马师本身都中这个病毒而死亡。那后来澳洲就这个消息传播出去以后呢，有一段时间赛马场整个关掉。但是呢，在国外这个赛马场已经是非常庞大的聚得利益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再完全给它切掉了。我觉得国内没有这种东西，何必要发展出来？而且这一定牵涉到黑道介入，香港就是一个例子。那台湾现在目前你所了解的是不是有这种黑道啊财团啊已经开始进来了？财团本来就是财团在大力的这个推动赛马，所以就是说他们认为从这里可以得到巨利，当然他们也可以丢一点小勾头给这个国内的这个政府官员说这样可以增加一些博彩税，但是呢，我们想想看，我们政府官员因为人家倾家荡产，赌的倾家荡产而必须要照顾他的社会福利基金的话，我觉得那是得不偿失，省了吧。不过我想这个赵卫华是跟一般的这种出家人是不太一样的，你是属于那种怒目金刚型的，你像比如说我看到你在这种大安公园的前面，然后为了这个观音像啊不要让它迁走，然后你还特地的这种啊去绝食抗议，还有包括你像最早以前听说文化学院要演出一出的思凡的艺术学院，你也写了反对，就是你整个的人你跟一般的让我们对这种出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这一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的是一种环境，因为我以前也是在山上做，对于我们佛教界的长老来讲，他们期许我的是将来做一个学者，而且我也事实上是教书的，我应该也有我很温文儒雅的一面。那只是说当时我自己会站出来跟社会对话的时候，几乎都是属于这样的场合，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面向了。所以看起来我很像是呈现那种非常强悍的那一面。是。那不过、每个到我们节目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必须要表演一个，自己有到底有，自己私底下的这种
啊，比较喜欢的东西。那如果说是没有什么要表演的话，我们可以让你选择，比如说吞剑啊、吞火啦、躺病床啦。你这个可以找谁工？我不晓得。张蔚是学什么的？我是师大国文系，但是我早年就参加过中央合唱团。真的？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要读声乐，嘿。之后来选择了要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所以选择了师大国文系当第一志愿。是的，那事实上你也对这个声乐这个部分也很有兴趣。OK， 我等一下要请您唱一首歌，不过在请你唱歌之前，歌唱等级。就都慢点，卡等。阿弥陀佛，那个法师啊，你规部句你拢无讲，阮当阮你只告要给医护啊，是要安怎处理啊？拜托。我想哈，已经既成事实就很难了。你是不是可以真的耐心的再去找一些人去饲养它？以后你的狗最好赶快结扎。不管是公狗母狗呢，赶快结扎，让它不要再繁衍下去。安尼我知影，强，但是如果你无爱心，我插鼻来走。我袂当饲你是啊，人法师讲嘛，最好尽量卖饲安尼哦，要饲就饲流浪狗，啊，你迄是硬要养饲的。好啦。OK， 最后啊，我想请你啊，现在留个言，你想要留给谁？我留给流浪狗吧，因为今天主题在谈流浪狗。啊，对，流浪狗，好。那你先安尼好不好？ Yeah. 先来，我先给你开一个哈，俺先来请你，你不是要声乐来，阿要唱啥？这个出家以来很久了，我们都是无声胜有声。无声胜有。就是不做歌舞的娱乐，这个是重操旧业。不想啊，法师想要点什么样的？看你需要。哎，我总不能唱教我如何不想他，所以呢，我来唱个西风的话。好，来西风话一下哈。去年我来，还有最后留给流浪狗来。阿姨啊，阿姨啊，来，你今天啊，你狗爱结扎哈？阿姨啊，你有来先做结扎哈？给流浪狗朋友们，在动物保护法没有通过以前，请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投胎或者入境到台湾来。一只牛要卖5000块，5000块要卖一只牛。姨父啊，你姨父要卖偌济？你是搁咧啊？你卖牛啊？无啦，英国进口的哦。啊，有影吼，对吼，狂牛病，哎呦。咱们都要走位哦，讲哦。这狗啊吼，慢车吼，投胎吼，来台湾，因为台湾即马迄个动物保护法还袂立法吼。啊，这牛我看吼，嘛唔忙去投胎英国较好，伊袂跟你讲。叫太太死啊！对啊。你有食牛肉无？有啊，那无食牛。较细腻，最近狂牛病我咧讲啊。狂牛病，这英国狂牛病现在发生，你知无？安怎？因为这个英国皇室呢，
这个不伦之恋戴安娜，所以觉得荒谬屁。原来你只是刚刚在讲笑话嘛？你，无啊有影，你也看咱最近咱这台湾嘛是有一挂咱这女性同胞吼去找遐迄落牛郎，结果做小牛逼。哎对啊，小到那个家庭幸福啊，你吼，一只牛要卖5000块。是啊，啊我上重要就是讲哦，你敢知人这印度你知道？我知道印度是。牛就是因的神嘛，对不对？是啊，但所以崇拜牛，印度人一定要有话通讲。所以印度袂得糖尿病啊，你不对？嘿，我食只，我一直要食一块面啊，你一直搞差，你知？你食牛肉面哦？嘿，无啦，哎呦，人诶，不是啊，不是黄牛啊，卖啊。无啦，我是要继续来甲你拜托一下，我爱教吼，我教娘甲你好好，我做鱼儿啦，拜托扣一次好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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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黄牛，我是红牛，我是有点广告哎。今嘛人拢无黄牛啊，今嘛拢无迄个，以前拢便宜有黄牛，今嘛黄牛我走到你知无？我知。你知几多？直棒。丢搞。对，拢走直棒，直棒拢有迄个很多黄牛，啊，佫一种黄牛，我顶到就是啊，你甲你一定玩过有无？啊，两个转去电影院伊，佫一种。哦，司法黄牛，嘿，对，台湾，所以吼，迄个狂牛病哦，比全世界比下国较侪。是，你是讲到位对去啊？不然，那个你闹闹，不然转下来。好啦，哎，暗做来唱歌好不好？好，我泡面吃完，记得哦。OK， 我接我哈。嘿，我来打电话，定时来，迄个房间者哈。好。